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打不赢的话，我们就到专属武器拿了之后再回来打吧。然后目前攻击力到了160,000了，我也尽力了。颜色的话，我们先用到紫色。好喽，那就直接去打喽。哎，这个真的是不好搞啊！我龙卷上来，乔泽上来，啊，铜帝也上来，凤凰男也上来好了，再耽误一点时间好了。疫苗人不要了 ，OK。有没有公告呢？今天有没有了？到了111,000了，已经是越战2倍多了，不是吧？终于拿到青铜组冠军第一名了，我的天！结果我们还是硬生生的给他到了160,000的攻击。那么今天这个 King 呢？那打到549,000了，然后他的血条重了一点点，他这个血量还是有点多。又加上乔泽，这样扣多少血呢？我这个凤凰男啊，还有龙卷都有上了一点装备了，怎么感觉他还是好强哦？对不对？这个血条还有，King扣的那么慢，打赢了看一下好了，没有气，昨天被小屁孩给晕了，今天应该秒杀流了吧？哇，这 King 都回来了，盾牌也回来了，这个盾牌很快就闪了，再来，今天是直接炸摊了，怎么会？攻击力上去了，我们就炸摊了。哎，好了，没有关系。还有这里还没有看完呢，给他上了一个受伤，这索尼克很讨厌。狗狗给他咬过去，这小屁孩又来了。他今天是没有晕倒了，昨天晕了2回。我们终于拿到青铜组冠军了，这边没什么大碍，来，果然还是这个索尼克最讨厌，不是托罗斯的血还是这么多啊？那我们是怎么打倒他的呢？扣不多，有没有立场扣不多？托大王。再来一次，他最后可能是回不了了。30,000多，这伤害还是没有起来。250,000，今天进步了不少了，高级天赋都打开来了。哎，很奇怪，为什么反而是珀洛斯这一号位撑这么久？他是怎么去计算的？对不对？索尼克比较强，但索尼克一下就倒了，反而是波罗斯上一回合就注意到了，跟那个 King 一样，很奇怪，他这个牌商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，怎么感觉打得不一样？有没有800,000就他的血条嘛，这探底的血条就只有800,000而已。好嘞，我们获得青铜组冠军了，321 OK。然后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了晋级的仪式。哎，终于打掉了。好了，黄人等一下回来。到了白银组呢，我们先去抽一下卡给大家看一下。限时，不对，就是那个给你去选的有没有任选箱的，去招一下吧。昨天抽到了进化石，今天应该是运气还不错。啊，感觉是这个样子。豪杰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可是这个是 SSR 的，这不是觉醒石啊，这没有用啊，我自己看错了。啊，再来一次，这给他回来。好，321，有没有特殊奖励？还是没有，这好难啊。上面这个我们已经有抽到了一个了，怪人石还没有选，然后剩下这几个很难，目前还没有看到。还有11天吗？我们去打架，先看一下今天最高伤打多少。往前，今天可能高了，我在想应该是有个800,000，应该不确定。哇哇，龙卷你不要先打，速度太快了。哇，今天变成看龙卷了，这可能不行了，先看一下，先上来，先看一下，看一下最高伤多少。
当前是16万的攻击力，哇，1400万啊，那伤害是还不错。好了，再往前，找个对手。这里的看门员呢？看门员是杰诺斯啊，加豪杰。哎呦，这挡得住吗？有点难的感觉，我们先往前吧，先往前。有了95万，这边挂的是 UR 豪杰，他还有新版的通帝啊！我的天哪，那多了一只豪杰，我们能打赢吗？看一下好了，觉醒通帝 UR 版本的对决 UR 版本的，两个都是 UR 版本的，两个紫色的光牌，紫色盾牌互相对决，180万。哇，他这个很快呀、啊！你多了一个豪杰，又多了不屈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打的。这关键是他的铜帝到底有多少伤害呢？炸一下，铜帝还没有，他的压尾了。我们速度都一波流。好了，换他了。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突破。这场战斗应该是我们拿下来才对。你不屈就不屈了，也是会被我们打完。打完了之后，哎，盾牌出现二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铜帝盾牌变成二了，他也是二的，他的豪杰也二了。哇，这蛇女来了，完了，位置不对。哇，这场是输了，位置不对，应该是输。我打那么久，跳过那么久还没有计算完，可能10回合了，输了，输掉了。位置蛇女在那边，我们先跑位。然后龙卷忘，刚刚忘，这都雷光原视也没放回来啊，那我放雷光原视也可以，我刚刚还没有好，对吧？还没有好，急什么？还没有好嘞，我就不信。我看一下这场看完就好了。我再带两只豪杰，刚刚也乘以二，有点不大对，不对劲了。首回合这边我们雷光原视也是乘以二了，好可爱，乘以二，这么快就乘以二，那怎么算的？好，换他了，看今天可以到乘以几。狗狗伤害打不出来，打得比我们还弱。不过你看看啦、啊、多了一个 UR 角色的豪杰呢，我们刚刚那场就输了，两只就打赢我们了，我们就一只就输了。好、哦，他的蛇女要来了，没那么衰的吧？对嘛，雷光原石给他，雷光原石乘以一，然后术士派是乘以二，铜帝这个有点挡到了，他是乘以几啊？看不大清楚哎，哦，再给他炸一下，假面是倒了，哦，应该是乘以二，瞄到了一点，乘以二。哇，我们就挂着小可爱在上面，小辣椒，他也乘以二。这一场看看谁的盾牌可以累积的更多，目前乘以二是最多。我们的速食派也是乘以二，豪杰之脚，把小辣椒给收了。哦，这个盾牌，你这样子打起来你就知道了，战斗时间就变长了。新手都这样子了，这个后程这个样子。对吧？他们比普罗斯，我们这个是乘以三呢，你三个盾牌啊！爆了，豪杰乘以零，豪杰的血在扣嘞。然后他的蛇女也是乘以二，我感觉我快要、哦、乘以三了，我乘以三了，乘以三的背心术士派，哇哇哇哇！我的天！暴怒杀桥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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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来了，又被他晕了，这位置都不对啊。他晕好像是可以晕三回合，是不是？还不对，加强超能是三回合。我刚刚这个正位又摆又不对啊，你要摆到下面去啦。机械狗狗。凤凰男也倒了，
还有气耶，没了，还是有啊，被他搞得很惨啊。我们直接看结果，然后我把位置同底摆到下面去，我们直接打看结果就好了。我不跟他玩了，太久了太久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一位的话给他改成龙卷，直接看结果就好了，然后明天继续。现在已经没什么对手了，我们现在是武器还没拿就这样子了，该不会又输吧？还是输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明天再打啦，明天见啦，大家拜拜！偷懒了，我偷懒了，杰洛斯，我在偷懒了，我要换形象了，这个形象不酷，我还有更强的嘞！哎，有没有看到就好了，还有这个嘞，大神专属，是吧？不要，他们都用这个，我们换掉好了。好喽，拜拜。